Hello，早安。好，MB 有了吧？大家早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讨论的就是过去一个周末，政府就宣布了收紧这个 MCO 3.0下面的这个 SOP 啊，然后现在呢就限制说有40%的这个私人界你必须要 work from home，然后有60%的人你才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的。那么想问大家，你们现在如果你是在私人界的话，有没有收到了雇主的进一步指示还是怎么样？然后你个人怎么看这个 work from home 呢？那今天呢有这个 Rice Bowl 铁饭网的创办人还有 CEO 呢 Ray Tang 来加入我们的这个话题讨论的。早安，你 Hello 好。Ray，早安。哎，早安，早安，大家好。早是，安。待会呢，我们会请 Ray 跟我们分享更多。但是对。这里先回答运翔的这个问题好了。CT Plus 在上2个星期的时候，早就已经收到指示，就是我们其中一部分的员工是必须要在家里 work from home 的。其实现在呢，我们基本上算是 workforce 可以去到 office 的只有50%吧，因为我们的公司现在是分成两批，那一批呢是就是一段时间进去，然后另外一批是好，我们要回来到节目了，对我不对？们要回到来。节目哦，好。来到了早上的8点钟，你好，这里是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 City Plus FM。早安，你好，我是运翔。早安，你好，我是德才。那过去一个周末，我想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政府宣布这个 MCO 3.0收紧 SOP 的部分了。那么其中一个我觉得非常跟之前不一样的，就是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一个限制哈。从以前呢，我们就看到之前呢，就是管理层你有30%的人你可以回到办公室，但是现在呢，你不管你是管理层还是运营人员，你就规定只能有40%的员工呢，必须呢在家办公的，你回到办公室的人只能有60%。那跟大家比较一下私人界哈，在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差别，像我们刚刚说的，之前的 work from home 呢只限于管理层，也就是说呢有30%的管理层可以回到办公室，至于这个运营人员呢，则是有100%你可以回到办公室的。但是没现错。在之前有什么差别呢？现在是政府强制了，是所有不管你是管理层或是运营人员，你只允许60%的员工回到办公室，其他40%的人是强制居家办公的。是，当然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政府这个举动呢，主要就是希望说可以减少大家去到工作场所的一个人流，主要对。就是希望说这个传播率，又或者是传播的这个传播的这整个问题呢，是可以得到减少的，是可以在工作场所可以大大的被减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政府他自己在这个部分呢是蛮注意这一块的哦，因为如果是公共领域的话呢，基本上80%，也就是10个公务员当中呢，有8个公务员都是必须要居家上班的，而且是以轮流的方式进行，只有20%的公务员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办公室办公的。当然，这个部分呢是不包括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就是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我们这些前线的医护人员是不包括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80%居家上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在这个最新的 SOP 之下呢，基本上全国会有610万人是会在居家办公的。所以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说，政府是希望说大家，他鼓励大家希望说是可以在居家办公，而不是去到 office。但是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有办法居家办公呢？有一些行业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40%的这个居家办公呢？那今天呢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就特别请到了 Rice Bowl 铁饭网的创办人兼 CEO Ray Tang 加入我们的这个城市话题。Ray 你好，早你安。好，早安，大家好。
那一首歌的时间呢，之后呢我们将会有 Ray 呢跟我们分享。那也同时呼吁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你现在有没有接获了雇主的一个最新指示呢？然后你又是怎么看 Work from Home 这一个工作模式呢？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话题0182106106 0182106106。Hello， 我们现在回到面子书。好的 ，Go Yu Liang、Alex Yu、KY Qing、Vivian Tay 都跟我们说早安。哎，也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这个情况哦。像你本身是不是对，像你本身，你们的公司有没有就是收到指示说，接下来有40%的人是必须要居家上班的呢？也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情况，又或者是你本身可能是自雇人士啊 freelancer 啊，你没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也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收到相关的指示呢？因为其实我身边的话呢，我是听到有一些的朋友说他的公司没有在管就是他可能一方面老板也不 care， 因为一直以来都没有执法人员去他们的公司去进行调查，又或者是看一下有没有居家上班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他们就是没有在管这个部分的。这是我身边有听到一些身边的朋友的一些案例啦。那我们刚刚就有特别说到嘛 ，CD Plus 早就已经是下降到50%了。从上两个星期还没有 MC， 就是 MCO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自行的用这种方式来采纳了。Ray 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的公司的情况好不好？那个居家上班率的这个部分，你们一直以来怎么调整？其实现在我们的公司分着两个 team， 我们讲 team A 跟 team B 吧。因为我们认为其实我们本身也是比较 prefer work 在 office， 不过我们知道这种情况现在是很危险，因为只要有一个员工中 impact 到这个 COVID-19， 整个公司都会这个整个操作都 stop， completely stop， 是太过 risky 了的。而且很多员工他们本身都会很担心，如果你强逼他们来工作，对，他们很担心。所以庆幸的是，我们都是 office based 工作，我们都是网上可以工作的，所以我们已经分了 team A 跟 team B， 我们 rotate 一路来都是 rotate 的。好，就是说 A 见不到 B，B 见不到 A 的，这样就比较安全点。我觉得可能待会儿呢也可以请 Ray 啊，以你们本身的这个行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实践这个 work from home。 可能现在很多雇主都没有办法想说诶我要怎么分配等等的，然后你们是怎么做决策，可能也可以分享跟大家做一个参考。然后我们还有10秒钟回到节目现场，准备一下。在我们节目现场的有 RiseBowl 铁饭网的创办人 Ray Tang， 早安，你好 Ray。 早安。那之前我们就看到哈，这个 SOP 呢是管理层 30%， 运营人员呢是100%出勤率，但是在现在的 SOP 下面呢，不管你是管理层你是运营人员，一律呢只能60%的人到办公室上班。我想说可能请问一下你，你觉得对不同领域的人来说用这一个一概都是60%的标准，这个方案可行吗？的确有些工作呢需要是在 on the spot， 在那个现场工作的，比如讲你讲的生产员啊、warehouse 啊，这种类型它会比较困难点。那种 office based 的、internet based 的，他们会比较容易，相关的比较容易，他们在过去一年已经适应了，没有问题了的。只是我们生产线突然间他们只要60%，这样他们就会开始想，我怎样安排我员工？如果以前是一个 shift 的话，现在我是需要两个 shift 呢？以前如果烧到星期五的话，现在我是要分散员工星期六星期日也工作呢，他们一定要这样安排，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有60%员工可以上班。如果他要保持他生产线的话，他可能要 adjust 他的工作时间了。所以如果以一个老板的一个角度去探讨这件事情的话， Ray 有没有预料说有一些行业可能真的是会因为这个最新的 SOP 而受到影响，就是效率 productivity 的部分可能是会降低的？如果以前要100个员工可以制造这个生产量，现在只有60个，对不对？同一时间你只有60个，所以这肯定是有影响的。问题是你怎样安排，怎样安排去这个？好像刚才我讲，你 either 是安排过那工作时间，分这两个 shift， 或是跨上去7天工作制。如果其实这个不是第一天马来西亚 implement 这个 work from home， 没错，所以一年前老板已经开始有这个经验，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手忙脚乱。
在这段一年时间，可能有些老板已经机器化或是自动化了的。如果他们已经做了这个流程，可能他已经减少对那个员工的依靠，对不对？如果他们现在还要准备，现在才突然间才 activate 这个 plan 的话，这样他可能要安排过他的工作流程了，以免被影响到。如果不是，一定会影响到，因为60% workforce 而已。那我们看到啊，收到一位朋友啊，尾号5450，他说他本身是一位公务员，也是其中一个部门的主管。在这新的 SOP 公布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国家秘书长呢也下了通知书，我的部门是轮流进公司上班，除非有些工作没有办法在家里完成，不然呢都会尽量达到80%居家办公。然后我们看到哈，这个脸书这一边呢也是有位朋友，他说如果60%的员工回公司上班，但是在一个狭窄的空间，而且员工多，应该怎么处理？我想可能也可以请问一下 Ray， 因为现在我们发现很多雇主他们都会以一个名，就是跟你说哦，我们这个工作没有办法在家里完成的，你必须来公司上班。如果员工本身，我觉得职场有危险，我有这个安全隐忧的话，我可以怎么做？我可以向当局投报吗？如果投报了之后，我还可以待在公司吗？这个可能很多打工族都会担心的一个部分，你会有什么建议？其实这个东西两方面都要协调，我觉得，因为你讲啊，如果公司关掉，对这个员工长远都不好。对，如果员工中到新冠炎，受影响到也是不好，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讲协调，比如讲。我的员工担心，因为可能这个公司还没有 implement 足够的 SOP。如果这个公司担心，因为好像讲工作空间太过狭窄了，所以其实我们很鼓励每个公司，如果可以的话 ，OK， 特别是 office base， 你可以做轮班制，你可以分在 team A、team B、team C。instead 60个人来公司 ，maybe 20个人来公司，我们分这第一个星期是 team A 来，第二个星期是 team B 来，第三个星期是 team C 来，这样我们减少他们三个 team 的接触。这个会比较给到员工一个保障，他就感觉到 OK， 公司已经做了足够的防范措施，这样他就比较放心一点。是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建议是给我们的这些老板、主管，又或者是主任级的一些人士。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可能比较想要探讨的就是员工要怎么去保障他们自己的这个权益跟他们自己的健康。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员工，他们卡在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的主管跟我的主任，他没有想要分成 Team A、Team B， 他就是想要100%的员工来上班。这个部分 Ray 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给我们的这些打工族呢？如果他们又 不满意主管的这种行为，可是同时间又觉得很有问题的话，那他们应该要怎么做？也就是说这个公司他的员工跟主管没有沟通了吧，他少了一个共识吧。你看如果一个员工中到新冠肺炎，整个公司都会更加惨的，你知道吗？就是每个老板都会很担心的。如果一个那老板看大局的话，他更加不担心员工中新冠肺炎，因为整个公司 operation 会 shut down，而且没有顾客都不敢上门，对不对？所以这个怎样提高这个知识度？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员工跟老板一个协调。如果真的不能，我觉得一般员工一定要提起这个老板，提醒他老板醒一醒，这个东西中到你也是歪的，不是我不了，你公司也会影响到的。那瑞尼本身也你自己也有一个团队，然后像你刚刚在我们咨询的时候，你有提到说你们的工作其实有一些部分你也不可能从家里完成，那你是怎么编排？可能你可以给现在有一些雇主他正在收听，他可以做一个参考。其实我们明白为什么有些雇主他们很担心 work from home， 因为不是每个员工都有这个自律，不是每个员工在 work from home 他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这个我明白。而且有些工作我们需要一个团队在一起，比如讲我们的铁饭碗，我们需要录制视频要一团队，要 acting， 要 drama， 对不对？如果每个人在家里录制不到的，所以我们就安排了 team A 跟 team B。所以我们 A 跟 B 是没有见到面的，在过去一年都很少见面的接触。然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流程，因为我们知道 work from home 很靠个人的 discipline， 所以我们公司 implement 一些流程，比如讲每天早上9点，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stand up meeting， 30分钟。我们来信一信这个是今天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每天6点之前5点半再来一个信，我们今天做到怎样，这样 at least make sure 我们的 progress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些流程每个公司都要 implement， 所以让你 implement 你看到成绩，其实跟在 work office 相差不远的，这样老板就会放心。因为老板都是怕嘛，哎呦 work from home 到底是做工嘛，如果你看到 result 跟之前没有什么相差，这样他们就开始放心了。
所以 Ray 本身的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还有一些的老板他们的这个公司跟企业现在还没有落实 work from home 的话，其实可以大胆的试一试，只不过可能模式工作的模式要稍微的改一改这样子。对对对，其实要给老板多点看到成功的 example 他们就放心，因为他们没有试过，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或是他们做过失败。嗯，可能很多雇主啊，他不敢就是落实这个 work from home， 也是担心会影响这个 productivity 这个生产力的部分。所以我觉得现在也延伸了另外一个问题啊，很多打工族在过去一年试了这个远程居家办公之后，都会说哎，没日没夜，我不管早上晚上我都好像在工作这样子。到底这个方面可以如何改善呢？我们一首歌的时间之后呢，还有 Ray 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好，下个部分呢，我们可能就在探讨一下这个长期 work from home 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然后在普遍上，大家的心里都会认为说，我在家工作，然后我好像不管任何时候下了班之后，我们平常六点钟下班之后，我还需要回复我的主管，然后好像随时 stay connected 啊。这个问题可能，不知道你怎么看的 Ray， 你过去一年你们工作模式也会不会有这样子有改变呢？其实刚开始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因为他已经少了一个仪式，比如讲你放工了回家是一个仪式嘛，对，你习惯了就哎，我已经放下了我负担了，我已经放工了，我现在还是在家里，哎，好像是还在 off 工继续工作这样，而且那 meeting 啦，那 WhatsApp 啦还是继续进来，嗯，不相反的，好像少了一种哎，好像没有放工的，怎么做工时间这样长的，这反而造成这种各种压力。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个上班下班通勤的那个过程啊，所以大家不觉得哎，下班了？对啊，你少了这种过程，少了这种仪式，好像继续工作这样，所以反而弄到更加多压力。而且特别是刚刚那个新冠肺炎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很多人都不适应，都不讲做工作环境，工作环境又很差。当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样的 environment 的。对啊，所以一年过后，现在人家慢慢适应了，慢慢调整好了。说比较 OK 了，现在，我们看到有那个朋友啊，他在面子书那边他说，我现在公司出现一个感染群，公司暂停了10天，但还是员工还是非常担心的，有这样的情况，对，你看这个就是当员工中的时候，全部心你的军心啊，员工的心都很担心，整个公司 operation 一定很担心，所以这老板一定要看到这点，如果他没有做什么防御的话。其实影响公司更加大，对，对，心理，我觉得在心理上的一个层面影响很严重，主要就是可能接下来公司就觉得说，哇，这公司的管理层怎么这样子啊？那接下来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更大的，不是更惨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基本上这个责任还是回归到。最大的责任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的主管跟老板的身上，但是员工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哦。你有没有去尝试提醒你自己的主管呢？那这就是我们员工必须要负上的一些责任了。 Alex Guy 有他也有说，我认识的很多也是都没有在管OK 好，还是要稍微的呼吁大家一下，如果你本身在看着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也可以透过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你的想法。你本身针对我们政府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宣布，就是有40%的这些私人领域是必须要在居家上班，还有20%的公务员是必须要在居家上班，这个部分你本身有没有收到主任的指示呢？让我们知道一下想法。好，我们回到直播准备一下。进入第二个部分的讨论啊，这个部分我们要讨论说，到底居家办公长期来说对打工族健康吗？我想收到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可以播放一下，然后再来讨论一下啊，来听听看。我是在私人界从事 IT 的工作，在今年年初呢，老板就叫我们回到公司上班。对我来说呢，回到公司对员工是蛮好的，因为之前 MCO 期间我们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工作时间是不固定的，就是基本上都是24个小时都要 stand by。 然后现在回到公司上班，工作时间固定了，下班的时间就是我们自己私人的时间，可以说是比较轻松。
这个就像我们刚在资讯里头提到的上班下班的一个仪式感啊，我们没有上班下班的仪式感，一直感觉到我即便在家我都一直在工作这样子。那么其实Ray， 因为我们过去一年我们都一直在实施这个 work from home 的这种工作模式，因为如果长期一直要打工族啊，好像我们一直必须保持连线，然后一直回复信息这样子，长期来说对他们的这个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也会有影响。那么其实作为雇主的，我们可以如何去改善这个情况？其实这个长期来讲，这是一个压力，因为你好像 on call 是24小时，对，每一天都是 on call， 这样 anytime 都会有 meeting。其实长远来讲啦，当 everything settled down， vaccine 好了。长远来讲，我们觉得将来的工作方式一定是一个 hybrid 的。hybrid 就是说，可能你有一段时间是在 office， 有一段时间你可以适可 work from home 的，这样是最健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确有些私人事情，我们需要在家里，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工作的，对不对？所以长远来讲，一定要有这样的流程，就是我们的公司可以 support 两个 working method， 一个是 work in office， 一个是 work from home。如果你是 work from home， 你也要有你的制度，比如讲，你有 certain KPI 也一定要达到。如果这个人是达不到，他绝对是不适合 work from home 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制度，这个公司就可以继续这个 policy， 而且让大家都会 balance， 因为这个是共同的协议嘛。你要 work from home 可以，你要给我看到你的 result。如果你不能，你就7天都是在 work in office， 或是5天都在 work in office。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确实是看到主要他的 initiative， 他开始的那个点还是在这个主管又或者是公司企业老板的这个部分哦。假如公司的这些主管跟老板愿意这么做的话，而且他们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跟方向的话，那他将会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而且我相信对于整个公司的效率，甚至整个公司他接下来能够达到的事情潜能，我相信是更加的大的。那我们刚刚就说嘛，这个责任比较多都是在雇主的身上，但是假如雇主没有想要做的话，那这个部分它就会比较难实行。尤其现在我们又进入到这种居家办公，就是被强迫有40%必须要居家办公的这个部分。然后我们都知道说，其实有很多员工在这段期间也必须要不断的去适应整个公司的新模式。那Ray， 你本身觉得说，如果我们真的是长远来看的话，需不需要制定所谓的居家办公法，就是相关的一些法律跟条例，让政府来介入？我们有需要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吗？暂时性，我觉得马来西亚居家办公里都是因为都是主要的，都是要缅甸这个 COVID case 它不能 spread 到太多，对不对？我们讲长远点嘛，长远点，如果居家办公已经是一个习惯 ，OK， 甚至有些公司已经 adopt 这个东西是 as a 一年整年都是 OK 的，这样可能我们要考虑几个点。第一个就是因为居家办公它有居家办公需要的设备，比如讲 internet 啦，它的 workspace 啦，它的电脑啦。如果这个是需要有的话，这个 cost 到底是谁 bear 的，对不对？在国外有一些国家，他们已经 subsidize 这个 cost， 他们上 as employer 公司，如果你要居家办公，可以把这个 cost 你要 subsidize。是。然后第二个可能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因为我们有 package 嘛，我们有这个福利嘛。对。如果你员工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受伤，他有的 claim 嘛。嗯。因为这些都是在现在在工作时间、工作范围才可以才有的 claim 嘛。所以这两个可能我们需要考虑，如果居家办公是长期政府要实行的东西。是。Ray， 你本身觉得说这个长期的定义怎么定义呢？所谓的长期就代表说，接下来即便疫情结束了之后，我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的话，可能就要在这个劳工法令上有进行一些改革，对不对？对对，因为你看现在已经人家开始，以前是已经习惯在 office 做工，现在已经一年多习惯在家里做工，将来我们认为将会是 hybrid， 而且如果公司试行这个 hybrid model 的话，它可以吸引到更加多人才，因为人家已经适应这个模式。反而如果你公司没有 implement 这个模式的话，可能你会流失你的人才。所以如果大家因为有的选择嘛，如果我是员工的话，哇，这个公司4天可以上班，1天可以 work from home， 我觉得不错，是一个 benefit 来的。这样大家都倾向这个，所以当每个公司都倾向这个模式的时候，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些 benefit 保障 for the work from home 的时候。难道一天在家就没有的保障吗？对，听瑞这么说啊，未来的一个就业率也是取决于现在的一个情况，就是未来有没有办法 work from home， 也是决定了这个就业率有没有办法提升的情况。
那么现在我觉得以现在的情况来讲说，就业率方面有没有一个提升或是降低的情况，可能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OK， 所、so, 以其实我们看整个 market 了，这个 job vacancy、就是说那个就业机会，对、其实每一次当那个那个经济回调的时候，对，经济已经开始转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那机会提升了的。没错，其实最明显的是在今年的三月跟四月，我们可以看到普遍上在 market 啦，它的 job opportunity 提高了，因为很多雇主开始聘请，很努力的聘请。不过这个五月突然间进了一个，因为 MCO 三嘛，是，所以很多雇主都在观望的角度 wait and see， 所以我们看到机会那 opportunity 又下降了。所以这个是很跟那经济开放有关系的。所以目前雇主的一个状况是他们没有打算要再聘请新的人吗？还是说他们现在是在一个比较 on hold 的一个阶段？他们现在 on hold 阶段，他们要看看政府还有什么新的政策，有什么新的 rules， 或者 overall 经济会怎样影响，所以很多人都在 wait and see。OK， 好，那 Ray， 我问你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所推出的这个 40%、20% 的这个政策，你个人觉得说还有需要改善的一个部分吗？还是说你觉得现在在疫情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反而已经算是非常宽松的一个政策了？所以我本身认为这个政策它是最主要的，好像减少那个人力它的流动量嘛，所以减少人跟人的时间沟通嘛。所以当那个疫情它情况 either 是越来越严重的话，可能它要 control 的更加大，或是如果它开始越来越好的话，可能它要分领域分细分化，可能有些领域可以开放一点，可能有些地区可以开放一点，所以它要跟着当时的情况而改变。现在它只是一个初期， OK， 我们放60-40先，我们看它的情况怎样先，慢慢的我们再来 either 放紧一点，或是捉紧一点，放松一点。但是接下来可能就要以针对性的方式更加明确的去做。好的，对对，因为有些领域你可以100%的，因为它是可以哈 100% work from home 的，有些领域，有些领域不能的。我觉得这个 60% 应该只能做一个参考，就是尽量鼓励大家，而不能做一个硬性规定，这样子可能会。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雇主因为之前他们也很适应了所谓的一个必须work in office，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一时调整过来。那么这里我们也是收到一个朋友的留言呢，他可能想请问一下尾号6869，他说老板已经把公司大门拉闸关上了，所以全部员工还是必须照常上班，请问政府要如何控制上班人数，因为也完全没有执法人员在对付这些老板。对，这个也是回归到我们刚第一部分讨论的课题，就是如果员工我很不愿意来公司，但是老板强制我们到公司，我们又感觉到安全受到威胁，我们可以怎么做？这可是很多人都很苦恼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接下来可能不管说在 work from home 都好，还是 work in office 都好，关键雇主在看的就是 productivity。如果像刚刚 Ray 说的，如果你在work from home 的话，但是你的那个生产力还有你的效率还是没有减低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一个雇主可以探讨的一个工作模式，也影响了可能未来你的就业率能不能够提高的一个因素了。是节目的最后呢，可能我们也请 Ray 来分享一下，你本身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建议可以给我们的这些雇主们呢？因为像 Ray 刚刚有特别提到的，相信接下来就是会是一个趋势了。 Ray 可能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简单来讲啦，我刚刚跟你分享很多雇主可能他们还没有 implement 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就是因为政府还没有我们的那 enforcement 去 check 你的 office 是真的60%，我们相信接下来他会开始做这个，因为我们看到新闻，他会开始 find the enforcement officer 去 check 你的公司。第二个，我们身为雇主，我们有一个责任 provide 一个安全的环境给我们员工，给他放心进来工作，对不对？对，你们担心的可能是 productivity， 不过你不可以只是讲 OK， 我要 make sure 你 productivity 100%在家里，所以这个都是两方面都要协调的，所以雇主、主管都要制造一个流程。如果你不懂的话，你要去参考多点。其实我们觉得现在已经很多公司做得很好，他们在这个一年里面他们已经改进做得很成功，所以我们应该多点这种分享给其他雇主学习。当雇主看到成绩在的话，他们就不会强硬全部员工来做工作了的。那我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个所谓的工作效率摆在
之上的应该就是人身安全，就是你的员工有没有能够保障到他们的安全。如果你在你能，即便你 work in office， 你可以保障他们的安全的话，我觉得员工呢也不会有借口说我不想来办公室。最主要还是回归到雇主应该怎么做。那我们非常感谢 Ray 今早呢做客我们这个城市话题，感谢你 Ray， 谢谢你。好，我们可以继续看一下一些留言。不好意思，KY Chin 他说，我现在公司出现一个感染群，公司暂停了10天，但是员工还是很担心。刚刚已经念了。Vivian Tay 他说，80%的公务员 work from home， 我以为其余20%是医务人员还是警线人员。这个简单的解释一下啊，主要的所谓的80%的公务人员呢，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一个部门，比如说贸工部啊，农业部啊，这样子，他们会自己的去每个部门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进行调整了。那主要我们刚刚有特别的提到，医护人员是100%可以去上班的。这个部分当然我们还是非常辛苦我们的这些医护人员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最近的这个确诊人数真的是超高的，而且他们基本上已经是 over capacity 了。这个人力上跟如果再落实所谓的80%要居家上班的话，他们应该会爆炸吧？我觉得。好，还有 Vivian Tay 呢，他说银行的 counter 的 staff 呢不可能 work from home， 他们当然是希望说可以 work from home， 但是but still receive full pay。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multitasking is important so as not to affect productivity。 我觉得这个部分依然还是回归到像 Ray 刚刚讲的这种方式吧，就是其实要达到所谓的 60%-40% 的这个部分它其实不难，只不过是看一下你有没有要用一些比较创意，所谓比较创意的方式去做。又或者是如果你真的是所谓的 executive， 你一定必须要在这个 office 的话，那你就是那个所谓的 60%。 那如果你是比较高阶层人士，你是不需要 on spot 的话，那又或者是 finance 的部分， finance 好像是需要去到现场的，对不对？就是 按照公司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部分去进行协调啦，就好像 Ray 刚刚说的，就像那个 bank teller 这样啦。如果以前我只有4个 counter， 现在我可以开2个 counter， 为什么？因为现在人去影响，人数也少了，你不需要4个 counter 来开到完，现在就轮班制了，2个 counter 2个 counter 咯。嗯，是，他其实协调的方式真的有很多种哦。那基本上今天我们的这个城市话题呢，大概也在这里告一段落了。那我觉得 Ray 可能在节目的最后还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预计说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劳动市场，还可能还因为 MCO 3.0，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的 MCO 3.0 它其实是相当的宽松的，而且我们现在已经到了6000多宗，如果要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的话，相信它会要一段时间。 Ray 是这么想的吗？ 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到国外有一些例子了，就是说如果当你将这个疫情 control 的好，对， let's say 我们 3.0 我们很成功 control， 已经将6000多、控制到剩下70个， let's say 我们成功这样，我们可以肯定要看到一个反弹的现象。 在有一些国家，比如讲澳洲，他们已经当他 control 得很好，他经济反弹的时候，很多机会直接突然间出来，而且他工作就会好过COVID 之前。是 okay，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东西。是，但是以目前我们马来西亚的状况来看的话， Ray 你怎么预测我们有没有预测说什么时候才会慢慢的 进入到复苏的状态？疫苗接种就业市场，疫苗接种也是一个关键，对吧？对疫苗接种还有这个 SOP， 两个 都是很重要吧。所以上次我们看到当那个 MCO 它试行2-3个月的时候，我们那时我们的这个受那个 impact 的 case 真的跌到很好，跌到很低。所以我们希望这次这个 MCO 3如果它的再加上更加严的控制之下，我们希望可以跌到更加好的那个健康的状况，这样公经济领域可以开放了。对。好的，我们先非常感谢 Ray 啊，就是做客我们这个城市话题，然后也非常大家留守在我们的这个面子书的直播。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分享有意思的话，请转发出去啊，分享。是，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咯，谢谢你 Ray。好，谢谢你。